这是个单体，而且他之前说是什么战斗注意，你就搞老告诉我一些奇奇怪的东西，我想知道具体效果是什么，我根据这个效果可以去我的队伍循环输出配对什么的都是可以进行一下优化的。这下层怪比较多，感觉还是纳维莱特那个队应该比较占优势，除非特别分散，在温迪如果不分散的话还是纳维莱特。这个的话我感觉用葡萄好像有一个问题是它耐力不够，这循环一长了之后，尤其第一个还好，第二个就有点虚，第三个就空耐力状态。我可以这么配，然后问题是你的装备对不对，装备是对的，你的装备也对吧，你们的装备应该不会换。这个方文大什么都看不见，直接给我一巴掌，这算什么呀。人呢，跳起来被那个脖子卡住了，我是知道会发生这个事情，但是刚才那个时机真的是卡完之后的东西就全。每次都这样。这是两个。你还在倒车，我记得这次罗神就有这个怪吧，我打的时候也是发现没事他们就倒车。而且最恶心是你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会直着越到越远，能不能打那个。我天，这个队伍倒还可以，就是有些细节的东西可以提高。如果这个游戏能把自动瞄准关掉的话，胡桃的 AOE 应该会强很多。刚才那个怪就是两只怪，我想穿，结果它自动 AOE 就朝着一个奇怪的方向就去打出去了，就。よく見ておけ。ふん。雨さんざっと歩いて。静粛に。風のカラスが。風の行く先を。風の歌。雲の高き。私は下げず。人な。行くぞ。炭になるがいい。
騒ぐな。夜の幻影、風の赴くままに雲が狩り海、私は狩り、風の行く先をよく見ておけ。这边还有鸟吗？お待ちとなるがいい。よし。それ、そこ道は一夜。夜の幻幻。静粛に。高き者、私は下げず。よ。風の赴くままに雲が狩り、これが海山を影のカラスが騒ぐな。た、討伐となるがいい。感觉第一个队应该配的不太好，或者是纳维莱特这队太强了。我这个怎么配？其实感觉配可能配胡桃跟香菱，但这些都是重击，可以是配一个，可以也可以配雷电将军的怪，对，因为也是有 AOE， 虽然是会爆，但是这些怪是不会炸飞的，我才可能那么配，伤害会高一些。这边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怪太分散了，然后这个怪他还会自己后撤。这普通的重击倒还好，哇，这个有点恶心啊！这个下边这组怪怎么感觉更恶心？这能动吗？但是这些玩意儿我感觉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应该没法动，然后纳维莱特就可以考虑放上边，这怪可以爆种子。然后这边我不想动的一个原因是，我发现冰冻队打这个玩意儿，它数目比较少，一般可能就刷，如果恶心点的话，他给你刷一只大的，然后刷一堆小的，等那个小的死光之后，剩着一只大的，伤害就难受了。我当然我可以不用关羽，我用神理，但是神理的一个问题是它20秒一个大，如果说我这些怪都比较弱的话，当然这些怪我才不会很弱，但这并不是螺旋的怪，它如果波数刷多的话，我就有点担心，你相当于是你20秒死一个，然后你还要等，比如说这个怪你10秒钟就死光了，这个怪我就是生打，等打的快死了之后，我大好了之后，他们血很少，我是开大还是不开大，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我可以先试试，就是打冰冻队这个怎么样？然后下一组的话，这个怪试一试爆种子，当然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怪刷的频不频繁，感觉上是至少是镀金旅团，然后是这个到期，这个应该是单刷。先试一试吧，之前说上面打什么打冰冻，这俩装备今天好，现在是冰冻套，就是我为什么讨厌换装备这个东西，这边不同的队伍类型需要的装备不一样，之前是这么配的。哦，这边装这个 buff 在这儿看着呢。好，这为什么写的这么，怎么说呢，就是这么难，太暗了，这个字体我都没有注意。增加元素精通，那这个就是给爆种子的，这边应该不是让你打这个的。那上面还可以拿什么打？可以拿感电打，因为这是雷拳。我先拿这个打一打试试，如果说不好的话，我再换感电。你的武器是对的吧？你买的武器对吗？一緒に遊ぼうよ。逃げようなんて思わない。お下がり禁止。海のちぎりよ。メーズル。召喚化粧。瑠璃のように落ちなさい。全身直走。ご安心を。風だ。
魂よ、お触り禁止、深海の加護、この仕事は排除するべきですね。と、律令に従え、いでよ。ふう、逃げようなんて思わないでよね。行きましょう。やっ、召喚化粧。やっ、はっ。部外者禁止、瑠璃のように落ちなさい。海のちぎりよ。情况现在是乱，不过競争よ、決心となれ。有什么摁什么。召喚化粧。一緒に遊ぼうよ、風だ。我好像被吸能量了。部外者禁止、ご助力を。風雪の縮図、天心直走。ほっ、あれ狂いなさい、いでよ。逃げようなんて思わないでよね。ご安心を。命ずる、お触り禁止、競争よ、決して岩王帝君のために。我真是希望能让这个水母的剩余时间给我监控一下，剩下的这个人的场下的 CD 也给我监控一下，循环起来就不是这么手忙脚乱。当然确实是就是我循环的不好，这是我的问题，但是你为什么能多一点信息就不会这个样子。一上来我的循环是对的，因为这个队伍就是我打的多，我可以就相当于是闭着眼睛我可以摁，但是摁着摁着有时候是比如说怪死了，这波怪死了你需要调整方向，你需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就忘记了。这个队伍我提前把尼禄的 buff 开启之后，纳西达转到零人。あなたの訪れは信託が示していた。这不是，这是单体，不是在这塔。我怎么换队啊？这什么？一个？你为什么刷一只怪？刷一只？刷两只？刷两只？刷一只？刷一只吗？这我怎么打？好不容易把星海抽出来，不是把这个尼禄抽出来了，我就想打一打都不给我机会。我这边真的就是尼禄刚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这个螺旋可以拿他打的话，那他就是我感觉他比冰冻队的输出还高，真的就是出来这个种子一爆的，我当时的印象就是纳西达会被炸死。当时他应该是还没有瑶瑶，对，当时应该是刚出的时候是还没有瑶瑶，真的是很可怕。现在就是遇不见好的组合，所以这是一个单体。这个怪怎么着？这个怪用香菱打，又要换装备去了。香菱配胡桃，我觉得是，这个是又有单体又有些 AOE。这怪血这么多啊！双流水泳。覚えたわよ。私のお家にいらっしゃい。安らかに。さあ踊るよ。ゆえぐい出番だよ。せーの。はびこりなさい。知識はあなたにも。神悟りは水。そこ。動かないでね。機械に飛んでて。覚えたわよ。这怪还是刷的太快，没有。見逃さないでね。
然后我是要在中场开的牛大。怪呢？然后那个怪出去了，天！然后这还没打到。我这分倒是高点儿，这个天！三角の修正。我的种迷路的，这还是不是那么的，也不能叫熟练，这个理解是理解了，但是还是这迷路的那个技能是30秒，就是你开完 E 之后是30秒的一个东西，然后灵人是20秒，纳西达好像是25秒，那纳西达大是最容易看的，就它是试着效果没了就没了。迷路那个东西就是你如果发现种子降级了变成普通种的时候你再摁其实上已经晚了，但是说他泥路我摁他的那个 E 就是其实是挺费时间的，我已经是他最快的应该是你 E 一下然后两个普攻再 E 一下，或者是你直接就是索性全打普攻，但刚才那个情况就是怪刷的比较快，所以说我把他那个水的那个光环打出来其实应该是更就是更稳妥一点，因为有时候可能怪跑，像刚才就有一只怪完全就是那怪它 AI 就是随机的，有点像那个龙，它见到你什么都不干它就倒车，倒车直接倒出去了，我也是没辙。这个队怎么循环？晴秋夜兰，你可以先丢个这吧，好像晴秋打一个 E 就够了。Why not?我要把香槟的这个东西放出来，要不然能量不够了。哦，我知道什么原因了。他招的时候是抗性超高，所以说。这还要开，因为是行那个叶兰的就不够了，快大打，你打死了。叶兰的技能是在加增伤的，也就这样。好吧，这边的这东西怎么说，它有一个是我这是进到什么东西去了，退出来了。它有一个是说是什么加 buff， 但是那个 buff 我完全不太明白有什么用，好像就是持续时间特别短，很多的情况下我的队伍就是我循环的时候，就是我在准备工作的时候我已经把那个 buff 全都消耗光了，等我真正我的输出的整个队伍输出最高的情况下，我是实际上在攒那个 buff， 然后等 buff 一旦触发，我这个循环结束，我马上又开始再进行下轮的准备。 buff 的利用率吧是非常的低。
高く私は最低もなく借りなすこれが海山を手合わせしようじゃないか騒ぐなうん私は夜の源限心配無用せいは風の向か雲の炭になるがいい頬を垂れろふん高き私は下げず角のカラスが風の行く先をもみ散らにちらこれが海山をいや静粛に討伐となるがいい黒き翼よ風の赴くままに風の向か雲の行く炭になるがいい海私は夜の権限風を知れはっもみちばちらむこれが海山をた騒ぐな討伐となるがいい風の行く先を安らかに見逃さないでふふっせーのワックおっせっふっはよっふっはっは水泳神里流水これこそが知恵の伝道このダンスをあなたにさあ踊るよ痛いに飛んでくうんうんやっ手をつなぎましょう三尺の修正あっ波の花が顔に舞いをつく頑張るよあっと私のお家にいらっしゃいせーの動かないでねよっ安らかにこのダンスをあなたにさあ踊るよ手をつなぎましょうこれこそが知恵の伝道剣を得ようよっ三尺の修正見逃さないでね頑張るよさあ全部丸見えね私のお家にいらっしゃいタオルに飛んでけユエーグエ出番だよ神里流水流切りました知識はあなたにもいやいや歌の意識となれどの目が出るかしらいやいやよっほっせいやいやはっよっふっほっ覚えたわよ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全部丸見えねこれ
こそが知恵の伝道。カリウルコン、この剣は分かっ、いたよ、こんな来て。見切りました。知識はあなたにも。股間奥義、はい、どの目が出るかしら。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これこそが知恵の伝道。痛くしめまいが。歌よ、日誌となれ。この剣終わりね。撤収。捕まえた。ほっ、覚えたわよ。ほっ、やっ、ほっ、せっ、全部丸見えね。よっ、やっ、せっ、ふっ。裁きの雷。知識はあなたに。手をつなぎましょう。股間奥義、はい、糸よ、光沢せよ。痛がってね。すると、にゃん、やや、私は下げず、お嬢様の王子はっ、お道は口や、いや、炭になるがいい。と、頭部を垂れろ。私は帰ってきた。私のお家にいらっしゃい。全部丸見えの歌よ、意識となれ。この剣は終わりです。撤収。かかれ、張り込みなさい。はっ、たん、たん、たん、覚えたわよ。せっ、や、せっ、痛くしちゃうかも。たっ、ほっ、股間奥義、糸よ、工作せよ。逃げ道はあります。これこそが知恵の伝道。
裁きの雷鎚。知識はあなたにも。さ、はびこりなさいよ。さ、や。歌よ二匹となれ。糸よ、光沢せよ、かかれ。さ、全部丸見えね。せ、ほ。は、せ、痛くしちゃうかも。さ、さ、や。覚えたわよ。これこそが知恵の伝道。見切りました。あいうるか。さい。どの目が出るか。ほ。捕まえた。痛くしちゃうかも。さ、で。覚えたわよ。逃げ道はあります。知識はあなたにも。他奥義終わりね。撤収。痛くしちゃうかも。よく見ておけ。た、賭けをしないか。騒ぐな。私も。た、変な。私は影のカラスが。風の赴くままにもみちが散らまっ。これが海山を。私は下げず。夜の幻言。あ、そこだ。雲が借りなく。よく見ておけ。じゃ、褒美を垂れろ。海。私は黒き翼よ。はっ、もみちが。これが海山を。た、静粛に。ふっ、博士、私は下げた。夜の権限。それ、そこ。熊が借りな。炭になるがいい。私は帰ってきた。さあ戻るよ。これこそが知恵の伝道。はびこりなす。剣影よ、三尺の習水。よっ、しっ、せっ、ふっ、し、よっ。せーの。や、よく怖くない。覚えたわよ。このダンスはあなたに。ふっふっ。神里、See you。私のお家にいらっしゃい。いたいに飛んでけ。総流水泳。痛くしちゃう。見逃さないでね。いくよ。三尺の修正。知識はあなたにも。よ、いくよ。イエーブイ。イエーブイ。出番だよ。せっ。よっ。覚えたわよ。波の彼方三人舞いよ。さあ踊るよ。安らかに。私のお家にいらっしゃい。せーの。
像这样整个这些这个活动的东西应该是都打完了，这些东西可以领了，随便领一下。之后还有什么？应该是这个临摹，等于是去这个地儿好像还没有用完，他是让我弄30次，好像弄到了29次还是多少？哎，不是这个东西，我把这个取消掉，这个东西好烦。嗯？这是哪儿？哦，剩余3次。就是这个东西你还不能弄多，这个东西的我有两种剑，我在想，就是这个东西是你最后是所有的种类是一定都会获得，还是说如果你运气不好，就可能会获得好多虫的东西？还有哪个？这边那个，就这东西在哪儿我都不太清楚，我先去最高层看一看。在楼下。呀！还在楼下。这个地儿。
这边是蓝的跟紫的，有可能弄出金的出来吗？这金的有可能是什么？像是那个什么杜林的一个小的样子，如果让我弄的话，这边我好像已经刻过一次了，这是那个公主。等于之前手剑弄了一个单的，现在要多点四下。啊，不对，好像还有个需要把这个装饰上才能。上一个那个王城那个没有装饰。这个地儿为什么开了这么多紫的出来？按一个这个。然后哦，他还给这个玩意儿。你给这么多架子是有什么用啊？我的什么？它是每个是三行多一个，三行多一个，四个紫的，就是已经获取全了。这个相当于是成个葫芦，你可以搁这么多东西。这样还有吗？这个东西可以，这个这么换？哦，这是一个普通服装的，好吧。这个完了，这个完了。这个是查看角色，这个是完了，等这个东西就完了，这些东西可以点吗？这三个都是打勾，应该是完了。这个地儿打了个勾，这些不打勾吗？这应该是跟好友换，但我应该是都获全了，所以说也是没有换的必要。教学这个点进去，这个点进去它会给原石吗？看的这个图标，它应该就是成鹅湖的摆设，可以是摆。但是我有个问题，我成鹅湖现在应该是摆不下。行，这样
整个这边的四二八的这个欢夏协龙通话国应该算是都做完了，感觉还是地图，我觉得这次探起来我是感觉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这边乘客呼喊能是你开地图不暂停。分享什么，就是地图探起来我感觉上比之前的一些大世界探索我感觉要更线性化嘛，总之就是不容易迷路了。之前有些地方我猜可能还是因为封丹，我觉得还好，最严重的是须弥，尤其是这个沙漠的地方，就是一个是它大，另外一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很好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东西，所以探的人就感觉上非常的迷茫，不太清楚 朝哪里去走。为了去怕 miss 东西，所以说是一直的感觉上非常非常的难受。这边到了这个地儿倒还好，它至少像是一个岛，可以知道是一个区域，感觉上就烟下宫也行，就基本上是一片区域是可以一点点探。而包括须弥，当时我觉得最大的，我觉得现在想想最大的一个问题应该是它太多的山洞，当时是探的时候是没有地下地图的，所以很多情况下是你都不清楚是在哪里。我感觉上现在的探索吧，尤其是这个地方，我觉得探索起来我还是非常的享受的。下一个版本应该就是新的国度 5.0 应该就要开了，所以说是看看吧，能不能把这些落下的一些角色传说包括邀约什么的给补一补，如果说能补的话是尽量补一补，如果说还是没时间，那我估计就还是就先放一放，因为毕竟这些东西是不会过期那种。然后 5.0 的话，新的一个国度，总之是会感觉上是更有意思，肯定是优先新的 5.0 内容，大概这是之后的一个计划。这期呢就落这儿了，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